老师，小五身上的毒已经解了，为什么他还不醒啊？我猜，可能是因为你的关系。我？你身上的蓝银草武魂能够容纳其他武魂的力量。目前你的三个魂环，曼陀罗蛇、鬼藤、人面魔蛛都带有毒性，尤其是带有奇毒的曼陀罗蛇和人面魔蛛，瓶子里的剧毒之所以在你身上没有反应，估计是被曼陀罗蛇的魂环压制的结果，加上你立即吸收了人面魔蛛的魂环，两种毒素在你身上融合，所以现在你的身体可以说是万毒不侵了。可是跟小五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没有看见过程，不过那几个孩子说，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，小五浑身是血，是你把他刺伤的。你是说我身上带毒？魂骨已经被你身体彻底吸收了，身上应该没有毒素了，但魂骨出生的时候毒素恐怕未消，所以你刺伤小五的时候让他中了新的毒素。是我害了他。不过也只有你才能救他。我该怎么做？你身上的蓝银草能够吸收一切，自然也能吸收毒素，现在能做的就是用蓝银草贴近他的伤口，帮他把毒吸出来。好。隔着衣服没用，得直接接触伤口。可是小五，她不是你妹妹吗？老师，我已经按照你说的方法用蓝银草把小五的毒给吸出来了。再让他休息一会儿，等院长回来把小五叫醒，我们立马回史兰克。老师，我想知道我爸的过去。我答应过你爸不能说，等你见到他你自己亲自问他。叶知秋说夜火村的事，武魂变异的事，幕后的黑手其实是我爸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我甚至觉得我一点都不了解他，有关他的事都是别人告诉我的。唐三，我只能告诉你，你的父亲确实是昊天斗罗，至于武魂变异背后的操纵者未必是他，你别轻易相信别人说的话。我爸离开的时候跟我说，我们家有很多秘密，等我变强了就会告诉我，可是我要怎么做才能算变强？我想我应该去西斯城乔杉凶神战队，加入叶知秋，这才是我最快见到他的方法。你错了，或许在史兰克你还有点本事，但放眼整个斗罗大陆，你实力根本不值一提。你现在去西斯城你不可能成功的。可是回学院我就会见到马红俊，我要怎么才能面对他？
事情发展到现在，根本不是你的责任。你要走的路还很长。谢谢老师。马红军，把你的石头给我。我自己能行。别废话，我可不想因为你连碗饭都吃不上。坐到了，来，龙龙，嘿，没有作弊，没有放弃，我很惊讶。他们会成为最好的朋友。唐三，唐三，谁？谁在叫我？红俊，怎么还没睡啊？我想我爸了。做魂师好辛苦。红俊，做任何事情都要付出努力，千万不要轻易放弃。不放弃。你俩还不睡啊？戴大哥呢？戴大哥说去试试白虎金刚变，看看时间有没有延长。今天才第一天做特训，他这么心急啊？我也觉得，他今天好像特别着急的样子。三哥，你饿吗？被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是有点饿。欧斯克，什么？给我两根香肠。我又不是厨子，我知道，我有火，我来烤。